各位探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5月6号，我是安阳俊俊。这个视频怎么做？看教程。首先打开剪映，点击加号，在相册里添加一段拍好的视频，然后把多余的人物花絮部分分割删除掉，留下一个人物跳跃的制高点，在人物起跑为止分割，复制一下，变速 2.0 倍，复制两段，然后在人物跳高位置定格一下，在每个0.2秒打上自己喜欢的字体和颜色，并和视频末尾处保持对齐。点击动画，分别把字体动画一下，选择入场动画中的卡拉 OK 动画。接下来在人物定格开头，添加特效，基础中的变黑白，再新增特效，自然中的闪电特效。最后提取视频音频，并导出看效果。孩子，这是你的家，庭院高雅。